一上午的紧张的物料拍摄结束之后，我们来到了第二站。今天这主题是什么？是加菠萝吗？服务员推荐当地最有特色的川菜披萨。嗯，你先夸过手吧，我觉得完美的 remix。好，下一个。番茄酱的味道，非常正宗。最后一个是啥？这个味道不错，我很喜欢。好吃的美食果然不一般，这是什么方法？什么配方？我要多吃一点，真的好喜欢。吃完了不够，再来一盘。这个味道真的很不简单，一口一口一口全部吃完，绝对不能剩下，这是我的喜欢。意大利的这个烤洋芋确实很好吃。你看，怎么样？Later。刚才路过了一个当地非常有名的集市，在那里买了当地的特色小吃，我们尝一尝。这个牛肚包非常像咱们的这个肉夹馍，这个牛肚的口感非常的鲜嫩，就是刚刚锅的感觉，分量也非常的实用。下一个是我们的这个红心粉，像是有一种拌的沙拉的味道，当地的烤的这个千层面，我其实对这个很感兴趣，因为看加菲猫非常喜欢吃这个。今天这顿最爱的小菜，太幸福了，就会有点胖。这就是油炸的牛排，这个我想很多小朋友应该都很爱吃，非常不错。